范特西，你准备好穿女装了吗？穿女装，对于这件事，我的评价是时刻准备着。下代码，海选赛已经结束了，范范已经成功进入晋级赛了。晋级赛总共有四天，在这四天里，范范每天都会直播，履行当初说要加大家好友的诺言，并且只要是从现在开始投票的粉丝，还是有机会夺得范范的榜前十名次的。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最后帮范特西一把，让范范成功晋级总决赛就可以了。对了，榜前十的奖励，范范决定再给大家升级一下。第一名由当初的800单币皮肤升级为1000单币奖励，以及一个高级手册。第二名由当初的高级手册升级为700单币，外加像素墨镜或高级手册。第三名由当初的400单币皮肤升级为500单币。外加高级手册或像素墨镜，后七名均会获得300单币奖励，外加好友位和主播一起玩游戏的奖励。没在榜前十的粉粉当然也有奖励，只要是投过票的粉粉，均可获得范特西的好友位以及一起打游戏的奖励。以上的奖励，不管范特西最终能不能晋级总决赛，都会兑现。总不能让大家最后白冒回一场吧？除此之外，成功晋级决赛后，还有答应大家的穿女装挑战，范范会在晋级决赛后挑一个大家点赞数最高的女装给大家穿。所以，最终范范能不能成功晋级决赛，还有能不能给大家穿女装，都要靠大家一起努力啊！最后再给大家说一下投票的具体流程。首先，我们需要打开西瓜视频，之后向右滑一下即可进入西瓜 Play 了。然后下滑找到投票的位置，点击查看完整排行榜，找到范特西就可以为我投票了。范范现在已经跳到27名了，希望大家能和我一起努努力，帮助范特西成功晋级总决赛。